我单身。哎呦，那你？大家好，我是小薇。我们现在的目前位于三七来，就是位于台山线跟台七宜的交叉的来尔富。对，也是大家常常跑台山跟跑台七呢去集合的一个地点。不过今天看我们两个，哎呀，小薇现在穿在里面看不出来，不过等一下就可以公布。看小伟这身行头呢，就知道我们今天要去参加一个特别活动喽。就请小薇跟我们介绍一下。它是花测试赛，好像每年都会办。是一个车组，对，然后在 Google Box， 然后大家都要骑自己爱车的花衬衫，然后去参加。哇，刚刚在路上其实就遇到蛮多那个花衬衫的骑士喽。那今天呢，小伟跟小 J 呢就要去 Google Box， 然后参加这个花衬衫的一个活动了。其实就是前一阵子我跟张北、小雨还有查克，然后我们在 Google Box 偶然间遇到那个 Google Box 的。对，主办人，然后他就很荣幸哦，就过来邀请我们说，今天有空的话可以来参加，所以就非常期待这个有趣的盛会哦。其实花衬衫我是后来才听说，有另外一个叫绅士露脐啊，其实我也是蛮有兴趣的。就是我们昨天有遇到的一些穿那个西装啊，对对对对，好像叫 DG 啊，还是什么的。反正就是蛮有趣的一个活动啦。那反正今天这个花衬衫呢，就让小薇小姐来带大家看一下。那我们就要跑台七喽。没错 ，Go。今天很巧哦，遇到我之前的650啊，然后跟我买的车主刚好今天也来跑台山，开心看到以前的旧爱。That we can't take back. We are the reason opposites attract. Once you slam the door on the second floor, I regret it all. When I think it through, I can help the way I feel for you. You make me lose my mind like all the time. It still feels right.
嘿，各位观众朋友，现在差不多已经到了一个，其实现在也才中午，但相信接近下午车也是会继续的，持续会来。对，然后刚刚车真的非常的多，而且各式各样的车都有，还有 GoGo 喽。对啊，那其实花衬衫路骑呢本身也才第二届而已，就其实蛮盛大的。刚刚有跟那个主办单位稍微聊一下，基本上好像是每一年都会办个一次，虽然现在才第二届，不过像如果明年有空的朋友，那也可以来参加看看一下哦。每年应该也会继续来，是一个蛮特别很好玩的活动。然后就是大家会去绕一圈排排去骑，可是因为刚刚车太多，所以我们就都待在里面没有去。GoGo Bus 的地方呢，不管是平日还是假日，都蛮适合家人朋友来的。对，这边的东西也好吃。如果大家有空的话，也可以来玩哦。每次办活动都会有不太一样的，像是表演啊，还是有卖一些什么东西，对，特别，所以可以来逛逛。真的真的。好了，那这一集就差不多到此结束啦。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。好，我是小 Z， 我是小威。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来去我们下集看一下哦。下次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